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款，就是利用简单的九字针配件去组合起来的一条手链。基本上就是每一个都是九字针配件。那我们先介绍九字针配件怎么做。T 针，我们直接加这个，因为我们有这种就是比较大的珠子，也有比较小的珠子。那这个 T 针加一颗大珠之后，加一个这个隔片挡住那个，就是一个隔珠，金属的隔珠，再加入一颗这个四米的角珠。我们先将这个 T 针折90度。压紧，然后用圆柱钳工具直接从尾端卷回来。我们拿工具的手是手掌心朝上，那一开始可以用这个比较进来一点点的位置卷了这个起来，让它圆，这块让它圆之后，我们再可以慢慢的往外移。交叉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起始点到这个九 T 针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要让那个起始点在外侧。我们在绕的那个线是在内侧，然后那个缺口那个起头的那个是在外侧。那像这样子的，我们就要八米的珍珠加上一个金属隔珠，再加上一个四米角珠的部分，我们要做四组。那剩下的都是这个珍珠还有那个就是深色的珍珠、浅色的珍珠以及那个水晶的部分，我们全部都用 T 针直接加进来之后，做法都一样，折90度。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直接卷，或者是剪掉一小段，大概留大概2公分左右。这要稍微手要扶住，不然它会乱喷，这一小块它会乱喷。那一样就是用圆柱钳工具折90度。那把每一颗的六米的珍珠跟水晶全部都做九字针配件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珠子都已经用九字针把它组合起来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有八米的水晶跟那个四米的角珠，好，以及那个挡片、那个挡珠、那个隔珠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做了四组，做了四组这个。那还有就是这个深色的水晶、深色的珍珠的部分有4颗，那浅色的珍珠的部分也4颗，水晶的部分3颗，以及3颗浅色的珍珠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开始把它组合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做法就是这个金属链上面，我们是从第二个洞开始，大的洞，这个大的才要加珠子，那小的我们不加珠子。好，这个八字的这个部分我们不加珠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洞，第二个，那我们要由第二个大的环里面去加一个大的环里面，我们先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大的珠子，就是八米的珍珠的部分，我们把它这样子，就是在第二个还有第四个都间隔一个，然后在第六个以及第八个中间都隔一个，像这样子。
我们先把这个大竹的部分加进去，那等一下再来做那个小的珍珠的部分。那我们在把这个大珠跟这个链子做结合的时候，我们就利用这个不锈钢的 0.8×5 的吸圈来做。那我先示范一下，就是开吸圈的方式哈，基本上就是要用两只钳子。那这两只工具呢，就是左手边的往前，那右手边的往后，这样子开，而且这个右手边的力量是往左手边，这个左后方45度角，不是垂直的。这个打开吸圈的时候的这个力量，右手边的力量不是直接直直的出来，它是往右手边左手边，对不起，左手边45度角的方式开，所以左手基本上是夹住而已。那我们右手就尽量就是往这个左侧45度角开吸圈。那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吸圈放进来，勾在第二个环，第二个大的环，然后再套进一组这个九字眼镜钩8米的，再把这个吸圈密合起来。这是第一个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是第二个环，第二个环我们加一颗大珠，那第三个不加，第四个我直接用这个开吸圈的戒指也可以。要把这个链子就是放平的来看哈，那我们尽量就是都夹在同一侧，不要你这个夹在这一颗这一靠自己的身体的部分，然后第四个洞夹那一外侧，这样子有时候就是戴起来，我们尽量让它垂掉是在同一侧这样子哈。所以一样，吸圈打开来，套入金属链，再加上这个九字针的配件。那每一次就是稍微抓一下看一下，那就这个4、5、6，所以是这个环。每一次做完就稍微把它放平。6、7、8，所以在第8的这个环。那头尾都会有一个没有夹的，好，没有夹的一个吸圈，都是前面都会还有一个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大的环，这个大的这个珍珠八米的珍珠的那个洞。那个洞里面我们要各加一颗深色，一颗浅色，这样子。我们要在这个大珠的旁边各加2颗小的珍珠，那你要就是有顺序的加还是没有顺序的加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在这个大珠的前面先加一个环，然后扣上一颗深色，接下来在这个大珠的后面加上一颗浅色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在这个大珠的左右各有一颗小的珍珠，但是一个是浅色，一个是深色。那你是不是要每一组都是浅色在后深色在，就是大珠的中间，你的
左边要放深色或者是 放浅色都没有关系，只是大珠的左右各有一颗小的珍珠，但是不要，这个是中间色，对不起，中间色。那有一个三颗的，那个是浅色的，这个是更浅的颜色。这个的话，我们要放在这个没有加大珠的那个中间的那一个，目前是空的那个环，两个大珠的中间，这个。我们要加一个浅色的珍珠，还要一颗同样的位置哈，再加一颗水晶，6米的水晶。那就会是在这个大珠的那个环是加三颗三组九字针，一个大珠的部分，然后以及左右各一颗深色跟中间色的六米的珍珠。那就是这个两个加大珠的中间的这个环，就是加一颗浅色的珍珠跟一颗水晶六米的水晶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可以，你可以觉得，就是最主要是先把这个大珠先放上去，那个位置确定之后，我们再来做它的左右以及这两个大环，这个两个大珠中间的这两颗小的珍珠跟那个水晶这样子。